哦，哦，那我真去拿真一的些有食有，物，我在这电，样。我在电，我只说你一点点东西要电一下。好，我啊，还你们要。那边史莱姆区有没有弄到一两个啊？你们好像是不是都还没猜到？啊，他们用修复巫术把它补回来了。我多买一点 TNT 去炸。啊，我没有石头。哇！我给你，你在哪里？我在于哎，那被个打了，老我被虎打了。地方。你直接上来，在哪上来，里？上来，上来，你上来那就个有，上来就有。那一格，树锤，不是这边空一个。好。哎，这样就有，这样就哎，有。对呀对呀。哎，还在。哎，哦，这是他们家哦，是吗？哎，哎，我是掉吗？下去！哦，白痴，反正弄一，反正你会走了，那交给你哦。哦，这那是你他们们有家。发光也都可以再用一下哦。哎，我看发光。好像打国王啊。我直接跑去他们家买东西，走错路了。这路真的哎，很神走秘。啊！这个路就你要往上走，真的很难走。他们几乎都在很中难间呢。猜。对，都在中间，他他们们在一直挖那在一百，挖。挖那一百不用，先不用管嘛，就不再去弄那个950的。他们那一好，百我我们有去守卫吧，去。守卫应该还有。蚂蚁人哎，我呢？真没炸弹呢。我在矿坑，你在要上矿坑？去。那你等下升一下守叮。卫，看看确保守卫是不是还都有。好。没有吗？我没找错家吗？啊，我们怎么的？你打，黎叔打下面史莱姆，史莱姆很快。宝宝在我这边。梦莹那边捡，没关系，你在哇，很难弄哎。没关系，翻过去。这么大。怎么办呢？难哦。黑砖。看一下我们家，他们一直在我们家门口那边。他现在在我们家门口哎。有点麻烦。重点是我们现在这个一定要拆个一两座，然后再杀个国王才有对，可能。好，上楼，应该可以，这次应该可以猜到了。我去，哦，这也不好猜呢，它上面有些。对啊，它有些地方就是很我还提卡，示你把就下面是。都拆了，上面我拆。好，这上面什么来喽鬼来啦？喽，拆这一座要好久。要我穿们好家久的呢？我吗？们家如果快要被拆，就讲一下，我就修复。哎呀，哎，怎么看不到？宝可宝是我在，刚看本机在底下，应该现在还没有一直拆。宝宝回去了。有他们两个在上面吗？还是一个？小雨，你也守在家里那个、哦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死完，我刚刚走出来。黎叔，我站一下这里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哇、哦，你看这个拆的崩溃。这要拆100年呢、啊！我刚拆到快拆完了，然后被修复，气 死我小雨，手榴弹给你，你拆一下。好，宝宝快拆完了，他的那个绿色的那个。修复巫术，绿的。我们不够啊，哇，我们我灵魂们也不的够。减速不够。不过，哇，我没有那方块不够诶，紧张。你诺伊，你摔死3次看有没有办法？摔死不弄晓那得有没有那个个，灵魂，你摔先摔死一次看看，有没有办好，我法？猜一下，对，我摔死猜一下摔看死，看。想办法让自己死。快，要快一点！好，我来了，我等我一下。有吗？没有啊，这有样不吗？行哇，一定没有要吗？被杀死了才算。嫡叔，我们来弄一下他们那个吧，哎，蚂家蚁。里有人，家里有人。好。边。家里有哇，人。这个这个有点尴尬。无力打。
要哪里？有了。哦，有了。来弄弄弄弄他们家，弄他们家。啊、哦！你怎么不挖路呀？是？哇，这分数应该无望啊！是啊，这个呢，我在这看这个。战术分配也没办法、啊，太混乱了。对，地图比较大、啊，那这个地图不太好支援。一开始那950被拆了两座就亏了。对 ，Bobo 在楼上哎、欸，看我的墓碑。哎、欸，那发光好短哦、喔，一下都没了。对啊，那个只有亮一些些而已。你看。无敌。那个水中间的那个快弄完。炸！哇，不要跑！我感觉拆耶，这个东西。喂，来了来了，我来继续拆罐罐了。快继续拆掉了！他们三只在我这。他们跑了，来了。喂。来了，他们全部都在这里，我就炸死了、啊。来了，录音我拿到尽力了。太难了。开始哇，我们也对地图不熟悉啊，这也没办法。对啊，不知道到底哪里应该怎么办。对啊，那本机知道啊，他没有说，所以他就直接盖了一条路，直接去、那個。豺狼。直接跌到最上面，我还在找说东西在哪里，他已经拆了。你这样也是啦，就是你不要，你是队友就不要管间谍不间谍，直接去那个最大分数的地方。直接先挖的就好了。嗯、然后这分数的累加起来，就慢慢叠起来，分数差就在那。无法。就知道，王国分数很重要。一开始人家就已经先300块的领先了，哦，然后我们队友还在那边说什么中间呐、啊，中间呐、啊，中间的哪？哎呦，我现在知道了。那要怎么打呢？中间什么？什么中间？什么中间？那我们各种守卫奴隶也都被破啊，这真的头疼。对啊，他们一直过来，一直杀，很讨厌。Too hard， 太难啦！我把它死在那，那就是能挖多少是多少。嗯，这个地图不好防守。嗯，你就变成每一个点都很重要啊，至少三个点。就变成对啊，就是人一定要固定一直在那边这样。嗯，三五罐就需要一个人，然后下面的100分也需要一个。对啊，其他地方大家也不好支援。然后你又还要有挖钱的，还要有去攻击的，哇，太难了。比如说有没有学会？有，多做事。一开始不浓了直接挖。也不是浓不浓直接挖，就是你对地图看了一下，要熟悉还在那里中间。不是哦，想说你可能会偏右偏左，怎么偏右偏左？中间就是中间，你懂？气气气气气气气！哇！我连农庄的时间都没办法。对啊，我还是一直都是最普通的铁种。不，家里那个盖去防守的路还不错，那谁盖的、啊？哪里的？就家里盖去那个、啊、史莱姆的那里。哦，那个是我盖过去。水哦。哇，他不盖那个的话，真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去。就他没有直接上去，如果他一定是要叠上去才行。一定要叠上去。嗯，我觉得可能就是要直接先从自己家那边，一定要先叠一条路过去，不然从下面绕都太远。嗯，这个是至关重要 ，BOBO 区，叽叽叽叽叽，上去吧。走吧，走吧。
我们的怎么上去？我不知道怎么上去啊！本机救一下，那你可以上去啊。在哪里啊？这里啊，那个上面的950太关键了。对啊，你啊，乔恩刚刚怎么被炸到了？我以为你有那个橘盾挡掉了。没有、啊，那最后已经无力回天了，那没什么了。对，嗯，后面已经没救了。他、啊、那个950被拆太多次，嗯、就没办法。所以你们是怎么哦？所以是从爬到最上面国王那里，慢慢叠啊，本机叠的，所以两条路，然后叠到旁边，嗯，就直接到这个旁边，外面只有一条吧，另外一条不是你们的吗？哪一个？没有、啊，你们有两条啊。我没有两条啊。对啊，哪里还有一条啊？你说中间那个吗？从、啊、国王宝座那里的。哦、啊。这里啊，这里他们的第二条。有。我也没。这地图太大了，一定要确保950的关键性啊。超 boy。我看950分数，我知道这个东西要拆了。哦。这个守卫再高也没用，这真的路太关键了。是炸那个要好多 TNT 哦！我刚不是有丢很多给你们？路你带了三次，对啊，他直接被我发现，抓包。他说：“我知道本机怎么没有捡我的尸体。”在国王的最 meta 用法就是被动技能，然后往地板下挖，对面就会追你，就再放 TNT 把它炸死 OK 了。什么东西？本地教我好多招数哦，就是你刚才不是追我嘛，然后我就往下挖吧，啊你不是下来打我，对啊，然后我就开爆破，那你们被弹起来，还好你没啥伤害。真的假的？嗯。然后我就一直跑。爆破炸之外，可以继续放 TNT 炸，直接爆，用被动我15秒，蛮久的。哦，嗯，他说的是你要挖到更深一点啦，就是要确保我跟你都是在地底的状况之下，那你先爆破就会变成一个空间，那再狂放 TNT，我就无处可躲。可是刚刚你其实蛮靠近地表，所以我。直接就走掉了，只是飞起来了，对，飞起来了，你会？刚刚小雨其实有没有这样搞过？可是我没有死掉啊，我那时候还有无敌。这关键就是这个950的关键啊，就是那个950，那个被你们已经挖了三四五座，这，我们一座只挖到一座，挖这么多？对啊，很多啊，你挖超多的，才上一次多。不止，你摸到超多的。然后我觉得那个主要打守卫的时候不喜欢被我看死，那也就亏啊。哎，守卫，而且我们的那个守卫奴隶矿工还一直被砍。QQQ 奴隶吗？对，我们的奴隶一直被砍，超过分。我还把它埋起来。真的不好找到。我想要过去找都找不到，只有找到守卫，找不到奴隶。要找的话，主要还是要用那个出鞘技能啊。哦，用出鞘技能，然后去找。哦，对，旁观者。哦，好坏哦。出鞘很强，好扯哦。好坏哦。对啊，然后还有一次修复巫术啊，我们用不了啊，我们死没有那么多。嗯，那我们都。本机就一直叫，原本是前面是叫蚂蚁，叫蚂蚁去死掉。对，好坏啊！这是直接去死，真的是内挂哎，太扯了。他才是作者吧？哦，熟悉地图，直接知道最关键的，然后全部都往这个通处去打。自己都不知道，我们作者很厉害哦，太扯了，对啊，作者说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作者都不知道，封印我们的经济，然后赚分，然后又让我们赚不了分，哎，你要满头问他哦，完蛋了，之后要奔本机，奔本机，完了，出事了，来准备观众场，好。来，接下来观众场啊，这个没有办法，
地图熟悉度跟分配没办法分配好。刚这个再打一次可能也没办法，很难分配，而且因为我又是国王位，没有办法，就变没，应该就是也是只能往他们那个950那边去冲啦。地图复杂，下次新地图应该要大家都是新手，旧地图再来，各种有玩过的没关系。那接下来观众场好不好？也都欢迎大家一起。